说来干草饼起来等待小王爷团队我们的三太子现在来到动画节目进行拜礼起来小王爷三太子的团队我们的三太子来到我们的大庭再次感谢我们小王爷团队用我们的金明就当初的中国金华我们转台北龙安都市金元德的正义尊来进行拜礼再次感谢感谢
恭祝新庄第三班文武大众老爷圣诞节休。那现在在我们中港区总如主坛全台台湾鲁迅政治场前方，是由我们的小王爷，我们的王他那个太子团队，就正在进行我们的拜礼的一个部分。那欢迎我们现场所有的信众，我们的好朋友们，可以一起在这边来感受由我们的三太子为我们带来的喜庆。在这边也代表我们中港区的总督主堂的卢主座以及我们的卢下座弟子，再一次的感恩，再次的感谢我们小王爷，我们的太子团队。来索取吼，例如特别带来咱清水祖师诶金光饼，搁咱的平安符，再祝感谢，嘛祝咱清水祖师会当香火鼎盛，咱信徒满天下，再祝感恩感恩。好，咱好朋友吼，要过来给户外设立吼，因为即摆。